有吗？昨天有看到这个姐姐，对不对？姐姐在哪一家？哪一间有姐姐？是这一间吗？可是她窗帘盖着，哎，他们可能还在睡觉哦。他们可能还在睡觉哦，对不对？你的头发今天很可爱，对不对？你有给九九看你的新鞋吗？你昨天去买鞋鞋。爸爸，爸爸在上班。怎么了？你要九九抱是不是？那你说抱抱。抱抱。他要你抱。好，你说好，抱你进去。小姨。哎呀。给你找姨。Hello。可以给妈妈看你的头发吗？